荣耀的这套影像方案注定会被其他手机品牌争相模仿。就在刚刚，荣耀正式发布了多主摄融合计算摄影技术。这项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把摄像头从原来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相互建立，共同出击。恰巧我提前拿到了一台已经搭载了该技术的荣耀 Magic 3，下面我就用实际拍摄给大家演示。首先是最常见的广角状态，以前拍摄这样的画面只需要用到一颗主摄像头，而现在主摄和黑白摄像头同时工作，主摄为照片提供细节以及色彩信息，而黑白摄像头则提升照片的整体进光量，二者在 AI 龙头算法的加持下，最终生成一张清晰明亮的高质量照片。再比如超广角场景，此时超广角镜头和主摄会同时进行工作，超广角镜头提供宽广的画面视野，而主摄提供画面中心区域的更多细节呈现，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张视野宽广并且画面中心区域要比之前清晰的多的一张照片。从超广角到长焦，荣耀真正做到了全镜头全焦段的融合，你拍摄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不止一颗镜头在为其成像。所以从今天开始，荣耀凭借一己之力将手机摄影从单纯的硬件比拼拖入了更高的计算摄影维度。我非常期待这项技术的普及，你们呢？